今天是2月17日，星期三，天气晴。今天忙到中午以后呢，才上了山。上了山以后呢，等一下就要赶快去捡捡鸡蛋，看看农场有什么变化。最主要的是因为这几天呢，在山上呢，没有待在山上，所以有些牵挂。那等一下，下午以后呢，就赶快呢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看看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又在发生。好了，现在就赶快下去看看喽。Hello， 这个就是山猪出现的痕迹，你可以挖掘它，把这些红球浆呢，挖的坑坑巴巴了。所以现在山猪又开始出现在这里面了，那接下来的日子呢，又要跟山猪为伍了。好了，这是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发现，那这是葛根，还好还没有被它发现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葛根啊，种了一年以后，是不是长出来了？那这些葛根呢，就是。等过一阵子，有雨水的时候了，我再把它种一种，这些算是幸存的葛根，还是赶紧把它留着吧，要不然可能就又会结种了。OK。